金，我真的是没想到。我想小孩子第一次参加奥运能够进决赛，我们已经祝贺他了。哎，想不到那家伙还是为国家争荣光，也是靠他一枪一枪拼下来嘛。庞伟，世界奥运会，自身的要求就很高啊，很高，所以说非常渴望一块金牌。